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超级好玩的智能 AR 奥特曼怪兽卡片玩具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今天的 AR 奥特曼卡片吗？喜欢的话点赞订阅，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